台湾歌手罗志祥挨过了和前女友周扬青的毁灭式分手风波重创之后，演艺工作全面重启，同时亦都获得内地解封。不单止有份量上央视中秋文艺晚会，之后亦都会去到内地的城市举行巡回演唱啊。而小猪平时都会透过社交平台和大家互动和更新近况。今朝早身处加拿大开 show 的佢就晒出啱啱起身的相，仲话俾自己吓亲啊，话对眼突然变咗一单一伤，好彩敷完眼之后，而家已经好翻晒了。